真的很谢谢马来西亚的 Christian Dior 赞助我这次这个红毯的战服，对，然后珠宝都是他们的，他们特地从那个巴黎寄了四件很漂亮的裙子过来给我试，然后最后选了两件，等一下上台颁奖的时候还会换一件。对，老公知道你穿这么辣吗？他有看到我试衣服，他是有一点不太习惯的。我说没关系，因为他是上一代的人，所以呢是可能不能理解现在的 fashion 吧。